他说，其实你要面对自己，你喜欢的是男人，但是他就不肯面对自己，就是他就是觉得他爱我。如果女的要我和她口交，我肯定愿意。我是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，我也主动。我觉得男的在这件事的过程中，他就还是他。对。Thank you.